落后四分。野兽三分外线出手，哇！一场比赛可以打三十分钟啊！哦，三分外线李志杰，40岁的第二天呐、啊！球给简浩，这个掩护做得非常的扎实，马上追平。Larry Jones 给到蔡文成罚球线起跳，再度要回领先，掩护给简浩，打好了三分外线。Let's go to Disneyland。不能再发生失误了，真的。Anthony 三分外线大胆的出手，哎、那梦想家这边就是要避免发生失误哦。对。哦，这个球发生失误了，林志杰这个 Larry Jones 暴扣追平比分。季后赛第一次的延长就在台北和平篮球馆，这是系列赛的第四战，决定最后的赢家是谁。